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铺美 Martin， 我现在在东区安大略拍摄新盘视频，现在外面下着雨，我现在拍摄一下三号户型。三号户型门前有一个门廊区域，还是蛮大的，美国的快递就直接放在门口。三号户型室内是1650尺，三房3.5卫，我们进来了。1654尺 ，Newmo 是这个子社区的名字，建商是叫 New Home Company， 在牧场也有，新盘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全美建商。一楼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现在是建商做成一个design studio， 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买新房的时候，你买下来之后会有三个机会过来选择升级，建商都会有一个 office 给客人选择升级，地上放了一些。材质，比如说厨房的岛台背景板，还有卫生间的瓷砖地板，都可以选择不同材质升级。一楼这个房间是套房，里面在电视机的旁边其实是有卫生间的，但建商暂时把这个房间的一楼做成一个 design studio， 就是设计中心。我们经常会陪客户去设计中心帮客户选择材质，也可以远程连线。这是车库门，好，我们到二楼看一下。三号户型的售价是60到65万之间，整个社区有72套，已经已售的是16套，已售1/4左右。最大特色就是税低，税才 1.1， 因为它不是在全部要待开发的居民区，而是在一个商务区中间，其实很好出租的。上来之后面宽很宽，很大的岛台，然后厨房还有个 pantry。这个盘取带门了，这里有个半位，在厨房旁边有个半位，卫生间门口也是有橱柜，这是餐桌，还有阳台。前面可以看到一个商务楼，这个周边都已经很成熟了。我刚开过来的时候，周边有一些商业，它不像其他的牧场和奇诺的其他的住宅是在。还有牛场没搬迁完，因为它周边成熟，所以说它没有 Mail Loose， 税才 1.1。 我们在二楼没有看到通往上的楼梯，因为这是一个隐藏式楼梯，所以隐藏式楼梯的话就非常节约空间。它的楼梯是在电视机背景墙的后面，在这里，整个楼梯在客厅中是看不到的。好，我们到三楼看一下。三楼还有两个房间都是套房，整个房子是三房3.5卫，室内1654尺，售价60到65万之间，税很低。上来之后有一个洗衣房，刚才我们在四号户型拍摄的时候是没有洗衣房的，没有这样一个房间，是有洗衣机、烘干机，是一个门在里面。非常紧凑。那三号户型比四号户型面积小，但是设计了一个洗衣房，就是次卧套房，带卫生间、浴缸和淋浴组合，窗户也是 L 型的。现在新房都是采光非常好，旁边还有一个衣帽柜，旁边还有一个空间，这里可以放个书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主卧。主卧、次卧中间还有一个储物柜。主卧的床是 king size 的，床头柜两侧还有很多空间，主卧的大小是够用的。这是主卧卫生间，两个洗手盆，还有浴缸。又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淋浴房，没有浴缸。这是衣帽间，布鲁斯衣帽间。好，这是河马富美 Martin 在东区的安大略这个城市拍摄新盘，建商是 New Home Company， 子社区叫 Nuvo， 总共有四个户型是连排，我们拍摄的是三号户型，室内1654尺。售价是65万不到，
现在总共有72套，卖了16套，还算早期阶段，早点排队，早点买，还能享受建商给你抬轿子。谢谢大家。